大众请合掌。恭请法师慈悲授课，顶礼法师三拜。哦，不为礼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尊敬的陈校长，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，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。我们。一起呀、学习应主的天下太平之根本呢。我想，身为父母，身为老师。延伸开呀，身为长辈，或者身为一个企业团体的领导者，都能深入这一部书啊，那真的我们的孩子学生呢？包含我们的员工同仁呢，都是很有因缘的。佛门讲啊，总在遇缘不同啊。因为万法因缘所生。因，从佛门来讲，叫清因缘，另外外在的缘呢，有所缘缘，他所接触的缘，还有无见缘，他接触呢，没有间断。持续的清净，还有真上缘。那真上缘有，还有包含了逆真上缘。就像忍辱仙人遇到割力王，那是逆真上缘。舜王遇到了他的后母，那也是逆增上缘。那从忍辱仙人的表演，从舜王的表演，那代表啊，还是这个清因缘重要啊。外在的缘这么恶劣，但是他们善用心。忍辱仙人，他把割力王这个净缘呢，也当作来成就自己的道业的，所以他的忍辱波罗蜜成就了，他没有起嗔恨心啊。他没有起报复的心，持戒波罗蜜成就了。我们在听师长啊，开解这一个公案，我们也随文入观呢、我现在有没有遇到
逆境恶缘呢？也正是我成就忍辱波罗蜜、持戒波罗蜜的因缘呢。假如我们能这样来思维，这个八正道啊，正思维很重要啊。正见正思维，这是八正道当中啊很关键的两点呢、正见，我们做人做事啊的这个见解没有偏颇。对修学的见解没有偏颇。正见还能够正思维。真的能提起这样的思维啊。所谓正念现前。邪念自然污染不上。可能烦恼啊马上就转过来了。啊，充满正能量啊！所以这个一念之间呢，天壤之别。这个念头不能提起来，可能这个境界不知道要让我们痛苦多久啊！但这个心念能提起来，自己就有很大的提升了。所以师长在讲习当中常常都提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提的次数多啊，就是最重要的了。师长还提到所学啊要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。我们把最常提的几个呢融在一起体会。所以善财童子要用在这个心态要用在哪？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当中。我们再拿一句融进来啊，佛菩萨安排，那代表我们现在在生活工作的这些挑战，佛菩萨安排来历练我们的。所以假如我们现在面对的境界挺不容易的啊，用师长的教诲，佛菩萨安排来提升我们的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这个人世境缘呢，是不是在告诉我的内心还有哪一些放不下的？还有哪一些习气呢？我现在应该就落实在这个处事待人。接物当中了。用儒家的也可以转念呢。老天爷很瞧得起我啊。有时候也要幽默一下啊。很瞧得起我，给我考这个试难度还挺高的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我看现在有饿过的孩子不多了。但是你不要刻意去饿他啊。你刻意去饿他，
他会觉得这个父母怎么这么狠啊？有为而为者假，无为而为者真。我们现在学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控制占有太强了，就拿来控制要求。哇，所以真难呢、啊。我们当父母老师的要能体会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我们得护好自己的心念呢、啊，不然我们学一个很好的经教，但是我们的心态。是向外去要求别人的，那这个法要啊，我们这个心念是毒啊，这个法要这个甘露啊，就变毒药了，掺一滴呀、啊、都不行啊。哦，那我们也要善体。孔老夫子的教导，你看子贡问了、啊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啊，孔子指导：“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，则也。”哎，这个子贡啊，跟孔子的对话，在我们这个教学生涯啊，我们用心去体会啊，会有很多受用啊。哎，子贡心里啊，有一些领悟。他都会给孔子汇报，啊，这样孔子啊，好指导他，好多问句哦，啊，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啊？哎，可能子贡他觉得，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哎。孔子接着提醒他还不够，还可以再提升。可是，假如子贡没有讲出来，他可能的认知啊，只到他自己体会的这一点。哦，包含他自己对自己境界的体会啊。他跟孔子说道：“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啊，无亦欲吾家诸人啊。我不希望人家这么对我啊，我也不会这样去对别人呢。”结果，夫子说：“非尔所及也啊。”你没功夫没那么高，你还达不到啊！哎，假如一个人感觉，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，这样的一个境界，他自己认知错了，他就不容易察觉到他的不足了，自我感觉良好啊。这个子贡也在提醒我们，哦，不能自我感觉良好。哦，孔子当下，哎，灯点他一下，你还做不到哦。那其实我们不说别的吧，啊，我们不喜欢人家给我们发脾气呀，那我们能不对人家情绪化吗？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呢。哦，那是真正不断提醒自己啊，真正能把生命当中呢，在别人恶意对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体会得很深刻，不断提醒自己，不能再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别人。而且还不只是提醒一次，一再提醒。所以我们刚刚才说到啊，善财童子无事善财，我们都把逆境恶缘呢当作老师来提醒我，我不能犯跟他同样的问题。他也在教我们呢，所以佛门的表法很重要啊。佛门重视悟性的启发啊，不是一种灌输的，哎，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。我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。大家回想一下啊，假如我们遇到的境缘呢，是对方一直在那，你得给我怎么做你得给我怎么做。可能我们听了虽然觉得他讲的对啊，但是心里面总有一点不舒服啊，甚至于啊有一种我偏不这样做的冲动。哦，因为他这种方式有点太高压了，有点太控制了。人之常情啊，比方说一个人你也不知道他要带你去哪，他就拉着你一直往前走，你会舒服吗？哦，下意识的就想往另一个方向施力了。所以为什么叫循循善诱啊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呢，不是一种控制高压的状态，灌输的状态，是导而扶谦，抢而扶易，开而扶达。这句话《礼记学记》的教导啊，我们在课程当中啊也跟大家分享过交流过不止一次了。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面对孩子学生，我们有没有关照到我们当下的心境，当下的方式有没有符合这个合意以师的教学法啊，引导而不是硬拉他，抢而扶易，抢是鼓励他，给他信心，而不是否定他，这也不容易啊。我们不能把经教看得太容易啊，经教都是心法，我们要做到这一句啊，我们得改心呢。利比兰老师说修行是改心，导而扶谦能做到，我们必须放下控制。我们的心念用错了，所有教育啊很可能适得其反。
我相信父母了都是为孩子好，可是控制啊会让他产生压力。那小孩跟大人不一样啊，小孩他还很单纯的，他有压力的话他会找到一些机会啊，他会把它释放出来啊。哎，比方突然发脾气了，因为孩子他这些情绪压压压，他很不舒服啊，他把它发出来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孩子，哎，无缘无故，哎，发了脾气了，我们先不要指责，有果必有因呢。其实我们难就难在遇到境界的时候，首先先因为这个境界我们起情绪了，我们一有情绪我们对待孩子发脾气啊，就不柔软了。真的只有练心法没有练事法，都是在这个境界把我们的心先护好啊，护好我们的心念才能护得好孩子了。你说一个孩子他发脾气了，我们又这么柔软了，他事后自己都不好意思呢。人都有良心的啊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。人之心初啊，性本善的。我们是不是真的能从每一件事当中啊觉悟学佛啊，最重要的是学觉悟，在一切境界当中啊觉，在一切境界当中啊不被转，不起情绪，这个就有理智了，这个就有定力了。要做到这个可不简单哦。要做到这个得要啊常常提起阿伽陀药啊。我们要去帮孩子，孩子有他的业，我们的定力不够啊，他的业力现前，我们也会跟着一起被转啊。我们自己也有业啊，我们也是成年才学传统文化的啊，我们也养成不少习气了。所以印光大师我们工作人员很用心选了我们印光祖师的法照，我们一看 祖师这种德相，心都会安下来啊。这种修行所产生的一种摄受力啊，就像《论语》里面讲的，夫子望之俨然呢，及之也温呢。我们现在在看印祖的教诲，听其言也利呀。看祖师的教诲，我们的边看这个正能量就不断提升起来了。尤其啊印光祖师啊是少数佛菩萨再来啊他的身份有暴露的。
哦，是因为好像是一对姐妹吧，就是女孩呀、啊，就做梦梦到观世音菩萨在梦中告诉她，大势至菩萨都在教化了，你要赶紧啊去清净啊。然后这个女孩啊就问她的亲戚啊，那一般人学佛的都比较知道是观世音菩萨啊，对大势至菩萨呢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啊。我说大势至菩萨在上海教化了，结果他的好像是他的舅舅知道大势至菩萨西方三圣的，西方极乐世界有三圣的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配合阿弥陀佛教化，华严华藏世界也有三圣的，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啊，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。其实这个表法也是每一个人本有的清净法身真如本性。佛门都是表法来启发我们的。就像刚刚我们提到善财童子，善是善根，财是福德啊。其实善财指的是每一个修行人，尤其是想当身成就的修行人呢，因为在佛经里面呢，当身成就，我们能想到的，《华严经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还有《妙法莲华经》龙女出生道啊。八岁成佛啊，当然他的表法也让我们很受刺激啊，人家畜生道八岁就成佛，我们还在人道呢，知耻近乎勇啊。那这个善财他五十三参呢，每参一个善知识，他的境界就向上提升了。而这个善财的表法，对于我们护念自己跟护念孩子很重要啊。善财的老师是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表智慧啊。文殊菩萨自己有智慧，然后去启发学生的智慧啊，先觉觉后觉啊。而且呢，是先护念善财童子得根本智，才让他出去参学的。假如今天我们带着孩子到一个团体去，这个团体是非人我满天飞，你说孩子能搞清楚吗？那不是乱了吗？所以它是有根本智，根本智是清净心的、啊、所以护好孩子的清净心很重要啊！真正像应主这样来护持小孩，
可能他五六岁啊，他就能分辨是非善恶了。先求根本智哦，才出去参学，这个次第不能乱了。而因为善财的心态是只有他是学生，五十三参嘛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是老师，就像印光祖师指导我们，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，这个心态保持啊，谦虚啊，牵挂六爻皆吉啊，只有我是学生，其他的都是老师。谦则受教有地啊，他接触一切人事物就开始提升了，提升了善根，提升了德能。我们自己能保持这样的心态，我们也在每一个境缘当中提升了。有这样的心态就是善学了，善思维了。哎，这个境缘是要提醒我的内心还有什么习气没放下。哎，这个境界是要教导我什么？越学就越谦虚，越学越感恩，因为会感觉每一个人事境缘都是来提升自己的，还会感谢一切境缘呢。所以师长是专攻华严，他老人家能写出那一段法语，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这个我们要去体会啊。老人家把华严的心境用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了。我们当学生也要善观察，观察到了也要尽力去效法他。所以这个学习啊，也不是一步到位的哦。要能有正确的心态，然后用心去观察，去体会，用心去思维，还要用心去落实，用心去效法。所以不能把学习看得太容易了。我们现在关照自己，关照学生小朋友啊，他们对于学习的认知啊，对不对？我印象很深呢，2004年刚好啊，跟一群呢，差不多五六岁的孩子，都是念幼儿园，跟他们一起学习，我跟他们上这个《弟子规》，我说小朋友，今天老师来跟你们上《弟子规》，不止一个孩子哦。老师，我们学过了，我们会了。哎，这样的心态去读经啊，越读越傲慢。哦，所以难怪有这个传统文化的工作者啊，去问师长啊。哎，我教的这个孩子经读的越多越傲慢了。师长说你都没教他落实，不力行，但学文嘛，长浮华，
臣何忍？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这每一句都不能划过去的，忽略了哪一句，可能心态就偏掉了。所以知道、悟道、做到、得到，哦，它有好几个过程的。所以善用其心呢，善用心，我们对师长、对经典的教诲，才能深入啊去体悟了。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，佛门这些表法，包含我们越深入《论语》啊。越觉得真的，这孔子啊，跟这些大弟子啊，72贤，可能都是佛菩萨来表演，来启发我们后世的学子的啊。没有他们表演，我们不知道哇，学习。这一些都是关键点的。哦，当学生要这么当啊，哦，当老师要这么做啊，哦，应该跟大家提过了，在《起世界经》，佛已经说出来了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说他有遣二大菩萨于正旦方向教化。印度的震旦方向，东北西南就是神州大地了。所以孔子、老子都是来配合释迦牟尼佛教化的。佛经里都有啊，这个我们要用心去观察。一佛出世，千佛永代啊。我们能这样去观察，那就会知道太多的恩德了。翻开《论语》啊，孔子的恩德体会到了，颜回的恩德体会到了，包含我们刚刚说的子贡的恩德体会到了。你读一遍《论语》啊，这个充满感恩呢。刚刚提的子贡啊，几句话啊，他会汇报自己的状态，孔子事实指导他，甚至于他错误的行为，孔子也会指导。子贡方人呢？子贡刚好在批评人。子贡很聪明啊，口才又好啊。这个世间还没有入中道啊，有一好啊，可能就有一坏了。还没入中道嘛，所以这个时候要老师提醒了。孔子说：“赐也贤乎哉？”叫着学生的名字啊，端木赐啊，你很贤德了吗？夫我则不暇，我就没有那个时间呢，去这样批评人了。孔子也把他修学的一种心境说出来，状态说出来。真正修行人呢？没有闲工夫去批评人的时间了。后来我们看到夏林居老师，真的跟孔夫子修学的状态一鼻孔出气呀！夏老师说：“
学道之人无剪爪之暇，安有时间说闲话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在那里想要剪指甲，结果想了一个礼拜都还没剪。假如有呢，那还得先观察一下，是因为听经啊，教学啊，都抽不出时间来，那恭喜恭喜，这个状态不错。假如是因为这个追韩剧啊，还是去 shopping 啊，到最后都忘了剪指甲了啊，这样状态是不大一样的啊。假如我们很精进啊，常常都剪个指甲拖了好几天的啊，这个是好现象啊。这些也要自己去判断啊。师父领进门了，修学还得靠个人呢。这是孔子啊在表演，当其可之谓始。这叫及时法，当下及时提醒学生。所以我们极乐寺主办单位希望呢，我们可以一起共学四书，尤其这个《论语》里面这个师生的互动很多啊，感觉像这个十大弟子啊，个个都是我们的学处啊，这个都可以一个专题一个专题讨论啊，我们都得深入学习啊。不过这个子贡啊，我看不能继续讲下去了啊。子贡再继续讲下去呢，我今天又没进度了啊。不过刚刚收个尾啊，收个尾。这个子贡跟孔子讲到了啊，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。孔子说可也，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。大家注意哦，贫，素富贵行乎富贵，素贫贱行乎贫贱。孔子有没有教啊素富贵行乎贫贱呢？没有吧？自己家里经济还可以，然后去垃圾桶捡食物吃。孔子有没有这么教？对呀，孔子教学他是通达人情事理啊，通达人心了、不能产生执着啊。我们一想，哇，要让孩子习福啊，感恩呢、让他去垃圾桶里面捡食物吃吧。你看他想的对不对啊？听起来好像对了，所以啊，随顺经典很重要啊。我们还没有开悟啊，还没有开悟啊，人随时会产生执着点的、甚至于这个执着点还会造成什么？造成，比方说这个团体，你是一把手，人家都尊敬你啊。最后你整个团体通通都怪怪的，
人之其所未敬而辟焉呢、啊？你看大学里都讲了，你敬畏一个人，敬畏到有点过了，依人不依法了，也会偏了，甚至于会把这个领导人神格化了。啊，他做错事，我们也不依经典了啊，他是来给我们表法的，他是来示现的。你团体形成这样的氛围就麻烦了。孔子不这么搞哦。你看孔子有一天子游为武臣宰，他的学生子游在武臣当县令了。结果孔子啊到了武臣，闻弦歌之声呢、啊。哦，看到这百姓啊在弹琴啊，哦，有这个鼓乐的声音啊，孔子听了很高兴啊，哇，你看他的学生教化的地方有弦歌之声啊，结果孔子就脱口而出啊，说歌姬焉用牛刀啊，哎。结果这个子游听了，老师说歌姬焉用牛刀啊，哦，这个子游就跟老师说了，老师啊，你不是教我啊，君子学道而爱人呢、啊，啊，小人学道而易死，这小人是指百姓啊，啊，百姓。学礼乐教礼乐啊，学到了，哎，他就能够啊服从政令啊，啊跟政府上下一心呢、啊，所以子游跟夫子说：“夫子，你不是这样教我们吗？”哦，所以我现在用礼乐教化来治理百姓啊。孔子听了子游的话啊，马上啊对着旁边的学生说：“啊，言之言啊，是也啊，这子游说的对啊，前言戏之耳。”我刚刚前面说错了，开玩笑的啊。嗯，好，我在感受了哈、哦，孔子那时候是太高兴了，哇，学生真干了，哦，那我们也看到孔子，他也没有说他都是对的，哦。他也马上纠正了，哎，我刚刚这个开玩笑了啊，子游说的对啊，这个我们都要去体会啊，尤其啊，我们当老师当父母，我们也是成年才学的，我们有很多还要再努力的地方啊，我们不能装一个。我是圣人，我是佛菩萨再来，那个装不了的，越装啊，心态越偏掉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呢，都要随顺经典呢。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，不然我们用的一些方法方可能呢违背经典之后啊，社会大众啊很难认同啊，甚至会反感啊。我们冷静检讨啊，
这将近20年左右，我们在师长的指导之下，重视了传统文化的学习跟弘扬。那这走了20年的路啊，我们得总结总结经验呢、啊。我们得客观看看社会大众认同我们吗？家人认同我们吗？啊，甚至于政府单位认同我们吗？啊，有时候我们好心了，一下激动了，忽略了法令了，这个我们都遇过啊。在都市里推展传统文化儒家的部分，结果就有同修激动了，就在社区里啊开始发佛经了。一个那么好的缘呢，当地官员很支持，结果呢冲动一做了，这一个社区传统文化的教学就关起来了。要入境要问俗啊，入境要问人家的法令啊，当地是规定宗教的部分是在宗教场所啊。所以有时候一激动啊，也会有执着点啊，都要冷静啊。所以也要照经典呢、啊，平而乐啊，平而无惨啊，富而无骄，富而好礼啊。不能他富，你要让他去做过贫贱的生活。那个一般大众啊，就很难接受了，都要顺人情事理啊，好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感觉到，你看印祖在指导佛弟子们，我们都会感觉得到啊，印祖在很多地方都已经体察人心在变了，你不能执着以前的做法哦。我不知道大家感受到没有，大善之士啊，他对于人心的观察非常的敏锐啊。哇，现在社会当中这些学说啊，都是反对旧规啊，都看到了，知其心才能救其思啊。他现在的思想状态是什么？他偏在哪？清楚了，顺势而为啊。你要疏导咯，这也是大禹治水给我们的启示啊。要疏导的，不要用防堵的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刚刚提到啊，佛法就是指导我们要觉，用觉来面对一切境界，面对境界也要清楚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我们现在要处理家庭的状况，包含要教育好学生，真的都是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首先啊，我们得有很正确的心理建设，
不然呢，很容易啊，欲速不达，弄巧成拙。明明好心，啊，要护念家庭，护念他人，啊，结果反而适得其反。所以我们的心态要调对哦。处理事啊，这是医报啊，随着我们的心正报转。好，所以勿欲速，勿见小利，欲速则不达，不能急于求成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啊，这教育是不能着急的。要从哪里开始？从自己的修身开始，从自己转变开始。我们有所转变了，家人呢，我们面对的人，他才有信心。而首先这个修身为本呢，为学第一功夫，要降得浮躁之气，定下来。我们这个心不够定啊，去处理事啊，很难不用习气的。调伏浮躁啊，调伏急于求成。还有一点呢，心呢、啊，不能离开中恕之道啊。中严以律己啊，恕宽以待人。我们这个中恕存心只要失掉了，可能就会给对方压力了。中恕为道不远的，道是真心的，我们中恕的存心一失啊，用的就不是真心了。可能呢，这个心里面就有夹杂习气了。所以夫子说他无道一以贯之啊，哎，就是这两个字，中恕了。还有一点很重要啊，圣教是内学啊，莫向外求。我们也有一个惯性啊，面对事情啊，很习惯向外解决。哎，给我找到一个老师就好了，给我找到一个学校，我就解决了。这都是向外了。我们学了太上，天下太平之根本就知道了，家庭教育是基础啊。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啊。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，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。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谈万法因缘所生，清因缘就是自己这颗心呢，所缘缘，我去接触的。比方我们现在亲近师长的教诲，所缘缘呢，我每天都听哦，无见缘。师长是我们的一直的老师，真上缘。
可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很着急，那师长的法听得再多，入不了我们的心。我们说法器呀、啊，我们自己的心态对了，就像器皿可以盛水啊，这些法可以放在心上啊，浮浮躁躁的听经听了十年，真正遇到事一句也提不起来了。所以这个清因缘是我们决定的。所以为什么说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？因为万法是因缘所生呢、啊，每一件事都是因缘所生呢、啊。可是因缘分这四种啊，清因缘、所缘缘、无见缘、真上缘。所缘缘、无见缘、真上缘都是外在的，清因缘是内在的。这外在是产生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，也是清因缘决定的。我们自己善用心，逆境恶缘都能提升；我们不善用心，顺境善缘，我们变成堕落了。比方说这个善知识来帮忙啊，顺境善缘了、啊，可是我们不善用心啊，我们依赖啊，我们贪着啊，我们控制啊。哦，老师，你只能到我这里来，不能到他那里去。哎，这个控制哦，欲缘都会起现行啊，不只会控制小孩啊。哦、所以古人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，有道理啊。因为所有的境缘它产生什么作用啊，还是我们自己的心决定的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所以我们当父母当老师啊，要教好孩子啊，先要把心护好啊，护孩子是第二啊，护好自己的心是第一啊。现在看到太多父母啊，希望孩子好，但每天的心都是定不下来啊，找这个找那个，攀这个缘攀那个缘，心浮气躁啊。我们要了解啊，这个世间呢，两个字，感应。遇到什么人，遇到什么缘，都是感应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呢、啊。有些家长啊，带着孩子换了好几个学校了，得冷静啦。首先，家庭的安定对孩子是第一重要的。我们父母的心都是不安的，怎么把孩子教好？夫妇有义啊，而后父子有亲。这个而后是知所先后啊，这不能含糊的哦。大家不要以为我的孩子每天读经啊，他就能教好了。他每天读经，你们夫妻每天在那里冷战、热战、吵嘴，你说能把它教好？不可能的。
轻重缓急本末先后啊，这个我们都要能体会到啊。经典这些都是教我们本末先后啊。所以假如夫妻现在对教育孩子的认知不一样啊，你硬是把孩子拉出来啊，你的另一半甚至你的公公婆婆种种这些因素不能理解啊。而当时候你很执着啊，你又很着急啊，你去结到的缘我看也不会太理想。他相交感呢、啊、最后那缘不行，你又把孩子带走，你看你的家人对你越来越不能理解。可是我们自己又没有察觉到问题，又觉得我一心为孩子啊，苍天啊，怎么没有人理解我啊，那就恶性循环了。那越觉得自己委屈啊，听经越听不懂，因为心不是很平和的状态啊，那个法不相应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得总结总结走过来的路啦。前世不忘啊，后世之师啊。师长啊，有教我们八个字：恒顺众生啊，要顺势而为啊，不能强求啊，强摘的瓜不甜啊。大自然都在给我们说法，不能强求因缘，水到渠成。很可能这个因缘就是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心地要调柔。不要控制，不要强求。我们也看到印光祖师，他也在恒顺因缘啊。看到现在整个教育体制受西方的影响，所以印祖指导进入体制内以前，要把他伦理道德因果的根基扎下去，印祖也看到这个趋势的发展啊，他也没有说不要到国民小学去了，还是到私塾去，他也没有这样指导啊。都是要随顺当下的因缘，我们用觉悟，用理智去护念自己，护念家人，护念学生。我们对当前的因缘，我们有排斥，我们有对立，我们有情绪，其实啊，那个对立，那个情绪啊，就已经给孩子不好的影响了。心是根本啊，不能着在外相哦。我现在每天都有让孩子读经了，不能着在这个相上而已了。我的心。有没有跟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相应？我们的心随时在影响孩子哦。纵使你在那生闷气，我也没有讲话。你那种情绪的磁场都在影响孩子，所以会生闷气的父母啊，他的孩子也会生闷气。
父母是原件呢、啊，孩子是复印件哦。其实啊，我们父母真的静下心来了，从自己做起了，不是向外求了。真的，他会感应啊，好的老师，感应好的缘。I promise。我保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相信佛菩萨同体大悲，哪有你心静下来他不来护持？不可能的。可是我们的心一直在浮动，佛菩萨想加持想帮忙帮不上。有干扰啊，甚至于、啊、可能佛菩萨就在身边一直提醒我们，我们听不进去，因为一直是成病啊，很执着要这么做啊。啊，这个我有去观察过。啊，一个人呢，他要遇到很严重的状况以前呢，他身边一定有人提醒过他了，一定啊，有为他好的人，佛菩萨透过他加持这个人去提醒他了。但是人一执着起来哦，真是铜墙铁壁啊，谁讲都没用啊。好。所以因缘是靠感召的啊，我们真的静下心来，大势至菩萨就来了。哦，好，我们有啊，这个同道啊，他也是看了这个书啊，他的家庭有调整。啊，我们哎，应该请他来现身说法。这个哎，我们啊，王佑京学长啊，这个今天有准备吗？哦，那这个您先缓一缓啊。哎，好，我这个，哎，您心得里面写的挺全面的了，嗯，好，没关系，您先歇一下啊，待会或者下一节课再请你啊，哎，好，好，这个是西方三圣的，啊，静修捷要提到了，一心观理。静中出主啊，以念佛心入无生忍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啊，是为第一，与观世音现居此界做大利乐，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。我们学习印祖的教诲啊，指导的好细哦。啊，这个婚姻怎么找对象啊？啊，生产怎么生呢？啊，怀孕要求孩子怎么求？哇，教的够细的，太慈悲了，经于此界摄念佛人了。教导的这么细致啊，归于净土啊！啊，让我们得无上利啊！
无上的利益啊，无边光自身大势至菩萨。所以刚刚我们工作人员把印祖的法相放出来，然后又放了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哇，听得很色情啊。好，然后又打上阿弥陀佛是阿且陀药啊。有病不怕，就怕不吃药。因为阿且陀药万病总治。这个不止啊，治这个世间的病哦，出世间的病也解决。只要肯念，万修万人去呀。行超普贤登彼岸呢，就不用再搞轮回了，世间也有用啊。所以当时候一开始接触到印光祖师的教诲，印象很深呢，他老人家的墨宝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作佛。这善知识首先让我们坚定信心呢。信为道源功德母啊。我记得当时看到印祖这个墨宝，本来有点驼背啊，马上就挺起来了。这句法语就像一股能量灌入自己的体内了。另外一句，念佛方能消宿业啊，念佛啊，可以把过去生的这些业啊消掉啊。所以印光祖师慈悲啊，指导小孩刚会讲话了，让他念阿弥陀佛，念观世音菩萨。哇，你看这个孩子的因缘多殊胜啊。念佛方能消宿业，结尘自可转凡心呢。我们结尘净净啊，都用沉静的心来处事待人，来念这一句佛号啊，我们这个凡夫俗子的心啊，就转成佛菩萨圣贤的纯心了。所以应主提名我们现身幽入圣贤之域，抱镜高灯极乐之乡啊。所以这个是西方三圣啊。娑婆这个华藏世界有三圣啊。华严三圣呢，毗卢遮那佛、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，娑婆有三圣呢，释迦牟尼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。而这些菩萨都是表修德啊，我们都要看懂这些表法，代表我们都要效法四大菩萨。所以我们得把地藏的精神
观世音菩萨的精神，文殊菩萨的智慧，普贤菩萨的大恨，十大愿望用在教学上啊。所以传统文化真管用啊，马上用，整个家庭、教室、学校的气氛就不一样了。第一个，礼敬诸佛，我们真的礼敬，一切人都是佛，孩子都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哇，我们那个眼神啊，就能够把孩子的善根给引发出来了，我们那个眼神就可以鼓励他了。我们那个言语真的就是强而无益了，鼓励他，不会否定他。我们现在当父母老师，情绪一来，那个否定的言语就出去了。哦，那个教孩子啊，不能爱真心啊。哇，你喜欢的孩子就处处夸他。那个比较不是那么顺心的孩子，哇，那个言语就否定他。大家不要小看一句否定的话，很可能是孩子学生的心病。让他常常都比较消极沮丧。这样的学生我见过不少。所以啊，父子跟子女之间呢，啊，父母跟子女之间多久啊没有讲心里话了。父子有亲啊，是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啊。夫妇有义啊，而后父子有亲啊。好，夫妇和乐了，这个家庭安定下来了。好，夫妻之间可以交心啊。再来，父母子女之间呢，可以交心了。你看小孩从小，我爸爸说，我妈妈说，啊，从学校回来一推开门，妈，我跟你说哦，学校的事都在跟父母倾诉了。哎呀，孩子有什么情况，你都很清楚啊。适时的给他一些引导啊，那很可能孩子去上小学回来要跟你说什么啊，别说了，我现在忙着呢，一次两次三次啊，哇，这个父子有亲就受干扰了，回到啊这个状态来了。好，这是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啊，师长讲的这个很重要啊。有了这第一个目标啊，才有后面的发展啊。让这个父子有亲再延伸到对兄弟姐妹、对家人、对家族、对邻里乡党。好，最后凡是人皆须爱，凡是物皆须爱啊。哦，我们现在参与课程的，还有两代人、三代人，好，这个孩子越小学啊越好啊，好，
佛菩萨们的表法我们都要看懂啊，看懂了啊，原来啊，我就是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我就要做四大菩萨，我就要做善财童子啊，可不能说我不可能啊，我不行啊。要直下承担，要相信自己，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，信任自己啊，是最重要的基础了。哦，那我们呢？跟大家交流到这个天下太平之根本呢，是感觉到我们现在呢处理事情啊，之所以困难，都是没有慎于始。没有在问题呀、啊，一开始的时候就重视到了，就像中医治病啊，不治已病，治未病啊，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的也要提升自己、啊，能够防微杜渐的、啊。深谋远虑啊，就像假如当时候应主注释，我们佛弟子们都照着应主的教诲来做啊，可能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就是另外的局面了。应主讲得很清楚了，不只是从小教而已啊，更不只是从胎教开始而已啊，从哪里？从你找婚姻的对象，从你还没怀孕以前，求子三要啊。哇，假如有重视到这些点啊，你看我们这个时代出多少人才啊，所以共业当中啊有别业啊，这个别业就是肯听佛菩萨的教诲，肯听圣贤的教诲，这个家庭这个家族啊就有福报了。哪怕这个社会啊再乱，他家不乱的。但是我们观察下来啊，真的是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，听祖师的话，不只是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，得生彼国啊。连真正要珍惜祖师的教诲也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，那我们现在知道啊，万德洪明能灭重罪啊，这是阿且陀药啊，能相信是善根啊，能念是福德，而且呢念一生福德就增长，
不少啊。老实持名啊，全摄佛德，成智德啊。黄念祖老居士这句话讲得好啊，老实念佛啊，老实持名啊，全摄阿弥陀佛在果地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。这个法门殊胜啊，从果起修啊，其他法门是修因得果啊，这个法门特殊，这个法门只有佛能讲，唯佛与佛乃能知。身闻义节施佛智，敬其神力莫能测。如来功德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开示。所以我们得老实持名啊，这个心也能定下来了，福慧都在增长。其实我们学了佛之后啊，真正肯老老实实念佛也不多、哦、真的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老实念佛啊。好，出世间啊，佛号是阿杰陀耀，世间啊，他也是阿杰陀耀，而处理家里的事情啊，也有一帖阿杰陀耀，就是爱。不管现在家庭情况是怎样，只要有人提起真爱了，这个家的问题绝对会一点一点的改善。没有人希望跟家里人互相伤害的，不可能的。他也很痛苦，他控制不住。我们在用爱的时候啊，我们是有反思的。啊，以前我陪伴不够啊。啊，以前我智慧不够啊。我们先反省自己的，就不会去指责家人，指责他人。精诚所至啊，金石为开。有真爱了，有柔软的心了，有耐性了，慢慢的孩子体会到你的心了，他不愿意糟蹋你的爱了，他就懂得回头了。我们自己从事教学工作，学生真的知道我们一心为他好了，他上课很专心了，本来成绩不好啊，慢慢都提升起来了。你看那个爱的力量无限的。好。所以只要啊有开始啊，不会嫌晚了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珍惜啊应主的教诲。我们一起来深入啊这一本天下太平之根本。我们之前啊跟大家交流到第四点了，家庭教育乃治国平天下之根本。因为孩子啊都从家庭了出来的，
父母自己啊，身心要健康，才好教出啊身心健康的孩子。好，所以修身为本重要啊。我们看应祖在这一段，我们引的第三小句：家家夫妇皆知道义呀、啊，给予因果啊，敦本重伦啊，敦睦伦常啊，这五伦关系好好经营好，啊、而且躬行不渝啊，啊，要好好去做、哦，不能一开始很努力啊，后面就保持不下去，不行啊。啊，承德啊，这一点啊，感觉蛮深刻的。真的是啊，所生子女啊，习见习闻，就看着父母啊，潜移默化受影响了。啊，好像曾经我父亲的同事。应该是他的下属啊，啊，刚好公司举办旅游，啊，我们也见到很多父亲的同事，还有他们的小孩啊，啊，有一个阿姨，她看到我，她就跟我说，啊，你父亲啊，是我见过最好的主管啊。我父亲没有在旁哦，这个阿姨就当面这样跟我讲，哇，我当时很感动啊，你看那个对父亲的一种尊重啊，油然而生。那父亲他有没有想说，我得装一下，装一装，让我的这个同事去给我儿子讲，怎么？不可能这样操作的啦。根本没想到这些事情的。哦，但因为很自然了、啊、人家也是很自然表达出来的。哦，包含我们看着父亲是怎么对待朋友的。所以这个五伦关系事实上父母都已经在影响小孩。啊，为什么这么多人现在不敢结婚呢？当然因素很多了，有一些啊，应该是因为看到父母的情况啊，对婚姻有恐惧感。你说孩子什么时候在学五伦关系啊？习见习闻呢？啊，所以如水入气啊。你看水进到哪个器皿，它就是什么形状啊？如镜就形啊！啊、哦，你那些金项链呢？啊，它就进入一个金子进入模子当中，就变成那个形状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其性情啊，至诚贤善，啊、哦，必不至啊暴戾。之虽啊，以恶为能也，不会了。所以承德自己啊，分享这些家庭教育啊，越分享越感恩父母啊。自己也观察，面对的社会也有不少诱惑啊。可是自己为什么没有陷下去？真的是父母的影响啊！父母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计较过钱，没有，那我们就不会把钱摆在第一位了。这一点很重要哦，因为人生呢、啊，好多关卡都是义跟利的抉择，选择义还是利啊？
啊，举个例子，陈德刚出社会那两三年呢，做业务啊，销售啊，啊，也是 top sales 啊。哦，但是我感觉，哦，比方说我推荐这个课程，好贵啊。啊，我还推荐过催眠课程。啊，这个是多少年前？我算一下啊。啊，26年前啊，多少钱？台币50,000啊。三天呢？哦，我看那时候，哦，我假如到海口去啊，可能还可以买一个房子，预付款，我看是没问题。这么贵的课程，啊，但是呢，我这样观察下来，几天很兴奋呢，后来还是打回原形啊。之后还会产生新的困扰，为什么？他刷信用卡，哇，后面付的很辛苦啊！啊，我看这个钱我赚的有点，于心不忍啊，赚不下去了。啊，因为我们的初心还是希望他得真实的利益嘛，所以后来就不愿意再销售了。结果这个时候啊，就有同事啊送了我一套录音带，老法师讲的录音带。哎，真的呢，假如我继续做我的 top sales 啊，可能这一套录音带就进不来了。都有毅力之变啊，这个是人生必考题啊。所以真的受父母的影响啊，就是入魔子了。所以这个社会在功利啊，不会受太大的影响。这是我个人的体验，仅供参考。我们再看呢，第五点，家庭之教啊，母教为最啊。啊，因为啊，我们所遇到的人都是缘分。缘分当然有浅深不同啊。哦，而母亲呢，对一个人的生命呢，那是影响最大的。应主讲到，人之性情啊，之于母者独多。分析给我们听了，居胎则秉其气呀。母亲动一个念头，都影响这个小孩。啊，我之前跟大家举例过了。一个孩子很优秀啊，结果呢，他二十几岁，突然就感觉妈妈不要他了，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哦，还打电话跟他母亲说：“我怎么突然有这个念头？”他母亲说：“你是傻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要你？”后来母亲自己静下心来一想，当初怀孕的时候啊，打算呢拿掉啊，是他的外婆极力劝解才留下了这个孩子。哎呀，幸好啊，这孩子太优秀了。哦，但是你看母亲的一个念头有没有力量，真的是秉其气呀。啊，那假如孩子怀胎的时候发一个大的脾气呀，那就麻烦了。
这个孩子身心都受损了、啊。哦，所以这个男士很有责任啊、哦。太太怀孕的时候啊，要营造家庭和乐的气氛啊，要深谋远虑啊，这些重要的关键因缘呢，我们都要有愿力啊，去把它护念好啊，幼时啊，则习其已呀、啊。生出来之后眼睛都一直跟着母亲啊，甚至是形影不离啊，妈妈一离开就哭了，很依赖母亲啊，所以母亲的一举一动他都在熏习哦。其母果贤呢、啊、所生儿女断不至于不孝。譬如容精助气啊，视其魔，即可知其气之良否啊。我们举舜王的例子。我们比较了解是他的后母很不好啊。但是舜王的生母啊是很贤良的。可是比较早就去世了，但舜王是圣人，也是啊，其母果贤呢、啊，哪怕只有陪伴他几年呢、啊，他都有成圣贤的根基了。好，我们看了第二点，求子三要啊。第一，保身节欲啊，以培先天呢、啊。这个我们在后面呢、啊、会详细来讲哦。我们在第十二点还有关于节欲的教导，这些不能不懂。像古代啊，这些为君者啊，对这些道理啊，都是知道的。这个惊蛰会打雷啊，在冬眠的虫啊都醒过来了，所以在这个时节前几天呢，都会派人拿着木铎啊，去宣导啊，假如有雷电来了，不能怀孕啊，可能会先天不良啊。这是父母官啊，这是人君啊，会这么做啊。我们去想一想，你这些因缘没有注意到了，孩子一生出来就有问题，你看这个家庭多痛苦啊，这个孩子也痛苦一辈子啊。刚好遇到一位同修啊，他做护士的，婴儿加护病房待过啊，见过好多孩子一生出来就先天有问题，都跟父母啊不懂节育啊，不懂这些天地之间的磁场有关呢、啊。
所以其实这些道理也不用花太多时间的就能了解的。可是我们现在教的内容轻重，孰轻孰重啊？我们花大把的时间，十几年的时间教他什么考试，怎么做题，而对于他人生幸福与否的重要观念忽略掉了。孔子说，少之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。那当父母老师的有没有重视让孩子养正气啊，养成很好的生活习惯啊，非慎书秉勿视啊，很好的这种健身运动的习惯，不然他到那个年龄外在又有诱惑啊，那可能他就陷到这个纵欲去的，那对他的身体的损伤有多大啊？所以我们看遇到一些中医师，他们也谈到啊，面对一些才二十几岁的孩子，看起来像个小老头，那个决定都跟呢纵欲有关系的。所以求子三要第一个就强调保身节欲，所以能这样子，我们父母给予孩子这个先天上身体的素质啊就好啊，以培先天呢。啊，第二，敦伦积德，以利伏击啊，敦睦伦常，积累功德，给这个孩子奠基福报啊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，以利伏击，而且了凡四训告诉我们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保之啊；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保之。所以子女也是感应来的。所以敦伦积德，以利伏击，会感应好的子孙到家族来投胎啊，这个都很关键哦。啊，第三，胎幼善教啊，在胎中啊，在孩子小的时候，很好的来教导他，以免随流啊，根基好了就不会随波逐流了。幼时三岁看大，六岁看老啊。所以此三要事，务其以实行，再以至诚理念观世音，求赐福德智慧，光宗华国之子，必能所求如愿了，不负圣恩矣。感应不可思议啊！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啊，
32应身呢、其中好像观音菩萨有一个法相，就是送子观音啊。所以应主啊教得很仔细啊，能这样照着求子三要啊念观音菩萨，一定可以求到啊有福德智慧，又能光中华果，真的会为家族、为国家民族乃至为世界做出他的贡献。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，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。那当然我们真的求到这样的孩子了，我们好好教他，不辜负啊佛菩萨的成全。第三，胎教之重要。举了例子啊，文王之圣由于胎教这三胎的功劳，教出了周朝几代圣人所以胎教乃教于秉直之初凡受孕后啊，务必居心动念行事，为诚为谨，很真诚，很严谨，不放纵。在讲这一段呢、我们也不要遗憾我来不及了，这一段跟我没关系还是有关系的。我们现在哪怕孩子大了，居心动念为诚为谨都在影响他的，保证他觉得我妈妈变了，我爸爸变了，会给他很大的信心呢。原来是因为传统文化变的。亡羊补牢啊，犹未晚矣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不能读这一段呢，我们那个沮丧懊恼的惯性又起来了。好，所以一举一动啊，不失于正。由于永断新婚，日常念佛令胎儿禀受母之正气，则其生时必安乐无苦，所生儿女必相貌端严性情慈善天资聪明胎教重要。这个应该看有没有妈妈你就是这么照做的可以来给我们现身说法。假如你比较腼腆不好意思那你写下来发给陈德。这个时代要现身说法才有力量。好，这个我们王佑京学长他很多是照着这本书教导做的下次我们再先
来请他现身说法啊。好，好，当然也让我修一点功德啊，我晴转法轮啊，修一点功德啊，啊，因为我最近啊，要增胖，这个人福报不够啊，胖不起来，啊，心广体盘，要有福报比较胖得起来，啊，所以我得提醒自己要修普贤行，啊，勤转法轮，啊，要随喜功德，啊，才能积累福报，啊，那也谢谢啊王学长的成全，好，那今天呢时间到了。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大众请合掌。礼谢法师慈悲授课，顶礼法师三拜。啊，不为礼。阿弥陀佛。感恩法师，恭送法师。啊，免送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，大家好好休息啊。再见。